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电脑王阿达，我是今天的特派小编小麦，嗨。请问每天叫醒你的是什么呢？是梦想还是体重计？最近日本募资平台 Makuyake 上出现了一款拥有闹钟功能的体重计 Pepe Body， 就是要让你准时起床，并且养成天天量体重的好习惯。这款同时将闹钟与体重计的功能结合之外，也具备了量体温的功能，能够随时掌握到自己身体的变化。采用三颗 AA 电池供电，重量约为 1.2 公斤。可以测量的范围介于100克到180公斤。如果是搭配闹钟功能使用，设定好起床时间并且开启闹钟后，当闹钟响起就得站上体重计5秒钟来测量体重才能够关掉闹钟哦。目前位于 Makuyake 募资中的体重计 Pepe Body 最早鸟的优惠价为日币6370元，之后一般的贩售价格为日币9800元。这款搭载闹钟功能的体重计 Pepe Body 设计概念上好像蛮实用的，就是要让你必须从床上爬起来，还兼具量体重的功能，对于开启新的一天能够更有计划。对于这款体重计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你会想把它带回家吗？如果喜欢今天的介绍，记得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！